一门缝，伊个细妹用林玉凤个诗文门缝个想法，用客家建字建出一个、六个书图，再个老师个空地福禄书地图。在疫情期间，伊看到上分个人互相个合作，韩国对数字化个未来，在新年时。用团结合作，留多子多孙，重新建设五福图。